一分钱不要。不是，我就赚你一百块钱，不赚钱，咱们就赚一百。华强北不仅只有二手机油，新机价格也同样便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亮，今天准备去市场找两台苹果笔记本电脑，一台19款的，一台20款的。对比全新的官网价格，简直是太香了。这里面就是没拆封的是吧？拆封，外面这个封条都有。外面封条都有。这不是。然后是19款的16寸，配置在哪呢？没配置在哪边？有配置吗？19款的16寸，型号吗？这不是19款的16寸，16加8加16加512的是吧？原封的挂号，灰色，行，就要这个。刚才那台19款的16寸比官网价格便宜了4-5千块哈，现在又来找一台20款的13.3寸的，配置呢同样是16加512的哈 MacBook Pro， 也是一台全新原封的机器。我都86来的，可能不行。出不了啊？真出不了。一分钱不要。不是，我就赚你一百块钱，不赚钱，咱们就赚一百。中吧。有没有二代鼠标？二代鼠标有。要那个新的？对呀、啊。多少钱？你说吧，你也知道，是吧？送我电脑包了吧？20款的这个拿完了，16加512的。对，你看好啊，可没得退的啊，这个东西，因为它都是原封的文。原封是吧？16加512 i5 的，十代 i5 哈，来配一个这个二代的鼠标 ，OK。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做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，拜拜。